而家请双方验牌嘅。验牌完毕，可以开始啦。燕氏弟20,000，50,000。陈生，乜咁稳阵啊？小心使得万年船，我出年70，留翻啲钱摆寿酒。七只啤话事，200,000，合理价钱。你铺牌冇只红心，我有9只牌可以薄花，我跟你200,000。好彩啫！如果调转咗跌，都唔知点算。第四只牌已经叫到200,000，冇理由第五只牌少得个500,000，系嘛？同花500,000。吸手傾辦法，冇理由我女七偷啤會俾你拋擲，跟你500,000，開嚟見我。你似乎睇通曬我啲牌咁啊！後生仔，係你未夠爐火純青啫。唔立咪喐，蠢哥啊，剩翻最後一箱錢啫噃。燕华士，20,000呢？跟你。燕啤话。我煙一啤噃，200,000，我都係跟你啫。又係我話事，睇怕我都可以攞翻上一鋪嘅錢啦喎，400,000，
似乎你个箧里头冇咁多现钱。我呢度有一张瑞士洛斯银行个本票，价值$30,000。你话系就系噶啦。你咪揾个有财经常识嘅人睇下咯。高生，冇理由又用到你自己嘅钱。今日唔单止系你一个人嘅事，陈生，搵人 check 下张本票咧。就凭你赌神两个字，都唔止值$30,000啦。我信你$400,000，我跟。似乎我今日嘅运气唔错。好运嘅唔止系你一个。俊哥，今次乜都翻晒嚟啦，睇埋个底先。系倾，冤家牌，三条烟撞三条女，好多年都未撞过啲咁嘅冤家牌。冇嘥时间，就话晒2600万。2600万，高进，你都算够狠。后生仔始终系后生仔。都是急啲，好，跟你2600万，我四条女开你见我。好嘢，赌王者赌。四条女都俾佢揸到，你唔好彩啦！此时乃君子悲和，啊！陈生，你个科技水平太过落后。你戴緊嗰副液晶體顯影眼鏡，係2年前美國過時嘅產品。而我呢一副隱形液晶體顯影眼鏡，係上個月西德最新嘅產品，價值$170,000。